location 都有带他的商品，就是再重新一次，因为差不多咱的商品都不会太贵，然后可以去支持他们一下，然后谢谢大家，然后好，这首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唱了，半年多没唱，是算我们蛮新的，一年前的新歌，好，这首歌叫《深夜力量》。